翅腿放在炭火上头，发出滋滋作响的声音。表皮烤到金黄焦香，迷人熏烤香气扑鼻而来，勾出大口吃肉的渴望。炭火炙烤，烟雾缭绕，伴随浓郁的青花椒香气，完全不用再加入任何调味酱料。为了让消费者方便食用，还有这款鸡胸肉，只要撕开贴体包装，就可以直接下锅干煎。不用加油，因为我们带皮就是保留它鸡皮，可以逼出一些鸡油，那我们用本身的油脂去煎。完全不浪费食材的任何成分，把两面煎到金黄恰恰，熟透后简单调味就可以吃了。放在热腾腾的白饭上，蔬菜点缀，肉圈淋上酱汁，一碗美味丰盛的鸡肉饭就大功告成。或是想吃上一盘大菜宫保鸡丁，其实也很简单。我们鸡肉切丁切完后，加酱油跟一些太白粉先抓腌，先腌制让鸡肉比较有味道。用鲜嫩鸡胸肉切成肉丁，加入少量酱料和水拌炒，再配上鲜红干辣椒、大把青葱，炒出香气，让鸡肉完全上色。又辣又麻，超香各位的宫保鸡丁就能快速轻易送上桌，颠覆一般家庭做工繁复的印象。以分切平的方式去呈现，因为现在都是以小家庭为主，所以大家比较不会去购买全鸡的这种需求。对，那我们把各部位拆开来，让各个消费者想要针对自己想要吃什么，再去选择什么部位的肉，这样去做。看准小家庭商机，这家成立于1991年、位在云林的食品大厂，把关相当严谨，也曾荣获多项肯定。2003年的时候就获得 CAS 的食品安全卫生认证，那也陆续获得 HACCP 跟黑手22000、哈拉等，那这些都是台湾第一家的屠宰场获得这些认证。2014年的时候，我们通过行政院农委会的认证，取得贵丁土鸡的品种权。那我们公司董事长也在2019年的时候获得十大神农的肯定。董事长带头努力做，饲养出的鸡只也以高品质出名。选用的是台湾本土的贵丁土鸡，那它的特色是皮薄、鲜甜，然后没有腥味。对，那我们饲养的环境从高山的自然放养到平地的一般饲养都有。对，那也是与我们合作的弃养户共同饲养。不光是饲养，从屠宰到生产也都是一条龙作业。